是不是在新村跟众朋友做回来关心这件村和我们关心最相关的庆祝活动。先来看这个相当盛大的场面，就是新港洪天宫开台妈祖。在来关心这个神哦，是来出巡绕境新港宫，宫前宫后大型福德四个村，都是由副馆长吴忠辉和艺人诸葛亮恭请开台妈祖上断桥。包括新港地区所有宫庙，阁有艺人拢总动员来参与点头，为新港阁有临近地区带来上东老者的妈祖信用气氛。延续元宵节的传统，新港洪天宫开台妈祖，在副馆长郭江辉、艺人诸葛亮恭请之下上断桥，准备出巡绕境新港地区。妈祖出巡绕境活动范围是新港市区，包括宫前、宫后、大兴、福德四村。新港地区所有宫庙艺人总动员，参与点头是相当热烈。新港洪天宫开台妈祖，正月十五元宵节，要出来绕境出巡绕境，啊，这多人来啊，妈祖恭送妈祖，吼起驾。今年底要做酒，就是125天来头一摆做酒，妈妈爱感谢着咱诸葛亮啊，予伊着一个媒体。啊！甲咱个驻港个总团长，伊即个来请咱妈祖，哦，送上咱妈祖起驾。新港洪天宫将在今年12月27日举行百年大酒，因此出巡的新港妈祖銮轿特别前往做酒个现场巡视，祈求做酒能顺利平安。另外，担任新港妈祖百年大酒义工团团长诸葛亮表示，天主嘛爱自助，家己会好好保重身体。今仔日除了祈求身体健康之外，也呼叫乡亲参加年底的百年大酒活动。啊，我个真幸运去中选吼，伊125年要做酒，伊125年来头一摆做酒，啊，我个中选着吼做酒，啊，义工团的团长，吼，啊，我尽量，吼，啊，大家吼来做参加咱新港妈祖伯125年的酒。125年的酒一定做好看。新港洪天宫将每年的元宵节列为着新港妈祖的文化日。新港洪天宫新港乡采访报道。